4:30而已哦，已经都是排队人潮。第一次看到那个叉烧啊，多到看不到下面的那个面。哇！我觉得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酱油拉面。这一道才150，这个分量没有少给呢。去盘价，只要带100，爽多100。什么叫做饱口？这一口整个下去，完全塞满你的嘴。画上了一个叉叉的印记，有看到吗？抓下来。不可以。